母亲节，万峦猪脚街超热闹，店门前排着长长人龙，民众庆祝佳节，几乎都是外带猪脚回家孝敬妈妈。没有回外婆家，回外婆家。疫情太严重了，很多人都不敢出来，几乎用餐都没有。今年真的差一半。店家抱怨今年疫情大爆发，饕客不敢外出用餐，内用业绩少五成，只能仰赖外带订单。往年母亲节餐厅内高朋满座，今年店里面真的冷清许多。澎湃海鲜锅淋上两大块意面焖熟，这份量超大，种类超多的帝王海鲜锅里头有红鲟、龙虾，整条小卷、天使红虾、干贝、鲍鱼都是顶级食材。原本799元一份，母亲节特价599。因为母亲节嘛，所以就是原价想要回馈给母亲，所以我们就是从799跳到599。蛮多人问的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卖这么便宜？非常的超值啊，就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超澎湃帝王海鲜锅一天能卖约50锅，不到600吃到 CP 值超高海鲜料理，也让店内的母亲节外带业绩下下轿。记者屏东高雄综合报道。